因为一般的军事营区，现在因为随着军事裁撤的关系哈，很多营区都沦为一个很冰冷的空间。那也是因为军人他们走了之后，这个空间会变得很冰冷。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想法，然后重新让这个空间充满温度。我们希望能够用图画跟文字的力量，然后去重现阿兵哥当时在这里的生活情境。例如说，他这个空间，他除了功能上的作用之外，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？然后让整个空间感觉不是那么的冷冰冰。